咁我要介紹一下我套股啦。咁我主要係要介紹我啲茶，因為好人格分裂嘅。咁通常啲股手都唔會咁做，但係基於我哋啲歌又有 folk 啦，跟住有 math 啦，咁所以咧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啲好 dark 嘅茶嘅，我用 K dark。仲要是18寸大的，但是我們又有些很 math 的歌又不襯這樣的，所以福以外的節奏、啊、或者如果那個巴突然間很 rock 很 math， 我就會用這個 hybrid 的。還要介紹一下我的 dark high hat 啦，它這個、哎、不算 dark 的、啊、這個是什麼 custom session， 它呢它的特別之處就是它的聲音不會太尖，我覺得很順耳，同埋佢炸嘅話咧，都唔黑人憎嘅個聲。然後我就要講埋呢一個嘅迷你 high hat 啦。咁呢個迷你 high hat 其實係夾硬嚟嘅，佢基本上係兩個好細嘅騎呢茶啦，咁樣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哋有一首歌叫做 Whatever， 咁我就會咁樣夾住咁擺上去，然後仲有一個好電子嘅茶聲喺度啦，就係咁啦。咁我套鼓就冇乜特別嘅，係。Red 的 Birch 咯，白色咯，最特別就是白色，因為我哋所有嘢都是要光猛，你看我哋個 band 房幾光猛，如果襯套黑色的鼓咧，就會冇咁開心咯，咁所以我點都要揀翻套白色的鼓嘅，你咁多啦。係，呢支係我第一支買嘅 bass， 咁咧會見到有啲花痕嘅，因為我啱啱開始學 bass 咧，唔識 snap 咧，手指公喺度刮刮下，唔知道又刮走曬啲木，咁而家咧係用緊呢支 bass 嘅，係。佢係有 V 力，我好中意，但係面頭 V 力完仲有光有，所以都係好新淨嘅感覺。跟住咧，另外咧啲 base 係唔可以少過21，唔可以少過幾多格？睇下數下先，唔可以少過22格，因為啲 base 係好高音下嘅會彈到。咁咧會用 multi 啦，通常都會落啲 reverb 啊、chorus 啊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啲歌咧成日都轉 tempo 㗎，如果落 delay 咧都要 set 兩個 delay， 即係你會見到。先看看，不是這首歌，哪首歌呢 ？Fuck！ 不是這首歌在哪裡？忘記了，不好意思，說第二樣、因為呢我是彈琴的嘛，所以呢我經常覺得這些音不可以只有一粒，只有一粒好像很少，我經常都沒想有很多音，所以我會加上 harmony 下去，這樣踩就成一個 chord， 這樣一粒已經有一個 chord， 很開心的。然後另外我喜歡用 Hacky， 因為夠大粒又夠 warm 咯。這個 YY 這個字是送你痴呆來的，是這麼多了。